OK，好，看一下同学们都在了吗？Hello，Hello，hello, 同学们都在了吗？可以听到这边可以听到我讲话吗？做空标普，我建议哈，先暂时，我今天会去聊一聊关于这个标普，还有 Nasdaq。同学们可以听到吗？喂。OK，好的，这边谈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我看一下，咱们在这个聊天里面也没人回复啊。好，群里也有同学回复了，如果澳美在0.7050的抛售压力看上去非常大，如果没有事件驱动，估计很难破位上行，也许等到7月31美联储的利率决议。好，我们来看一下澳美啊。澳美现在，我们看到昨天日线当中，哎，这个地方它并没有上，它并没有出现什么，并没有出现一个继续上行的一个动能，对吧？那么我们从 K 线上来看的话，大家就去看啊，这个澳美啊，我们上周讲完这个形态是什么形态啊？这是一个垂线形态，是吧？垂线形态它如果能在这个地方，它的这个下影线如果是向下的话，对不对？如果是往下走，这个影线是在下方，说明底部向下去继续走空的一个动力和一个不是特别强，对吧？所以说这个地方澳元是一个，哎，就目前来看是不能做多的。就是我们看见昨天的 K 线，它的是一个上影线在上方，并且是短短的下影线伴随着一个稍小实体的一个垂线。OK，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如果要通过观测来看的话呢，就最好是在观测两天啊，因为从整个澳元的一个动态来看的话，那现在其实是澳元是在一个比较强啊，在一个比较强的压力区啊，这个地方压力分为两个，第一个是黄金分割的0.多少六一八，OK，0.618，非常标准的位置啊。对吧？黄金分割的0.618，非常非常标准的位置。OK，所以说这个地方，哎，行情上不去，往下走，说明后续有向下调动的一个需求，或者是在这个压力位当中，这个澳元那些明显这个黄金分割的点位，尽量的不要去做，尽量的不要去做反向的操作。也就是说，虽然说行情在此有破位，但是我们看到日线图当中，哎，大阴线啊。也不是大阴线，就是一个下行的阴线，那里面是包含在一个小型的垂线，这个信号就是一个相对明确的走跌的信号。所以说，刚才有同学问到澳元是否要等到7月31啊，美联储在出了利率决议之后呢，我们再去进一步做决策。我个人的答案是正确的。那在这个决策还没有出来之前，在这个决策还没有出来之前，非美货币的走势，大家注意啊。还是按照我昨天讲的，按照系统逢高做空，好吧？按照系统逢高做空。那么，当然逢高做空还要本着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你需要去做弱的，你不能做强的非美货币，对吧？那我们看到最近强的非美货币有哪些呢？欧元啊，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Aussie Dollar 啊，Aussie Dollar 是比较强，目前啊，另外就是 New Zealand Dollar，New Zealand Dollar 也看起来也比较强，对吧？最近的动能都还不错，但是比它弱的是哪些呢？你看啊，Euro Dollar 就比较弱，
是吧？你看今天欧元又往下破位了啊，走到了这个下方的一个多头的这个换手区。那英镑是比较弱的，对不对？英镑呢继续下行，那么加元呢，加元也是比较弱的，是吧？瑞郎，哎，瑞郎相对来讲，就没有这个欧元、还有英镑、还有加元表现的那么弱，它是比较强的，因为最近有一些避险情绪的带动，包括黄金。所以说，我们在这些非美货币当中，哎，如果我要去通过策略来选择货币对的话，那我肯定会优先选择英镑、欧元以及那这个加元，那英镑、欧元、加元这些相对比较弱势，当然最佳的选择是欧元跟英镑，选择使用它们来做这些顺势的交易。好，那么澳元呢？我们看到现在是上冲到0.618的位置，所以说在7月31号之前呢，整个澳元的一个动向，我们来看啊，整个澳元的大方向有没有改变？澳元的大方向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啊，整体的走势还是，对吧？看跌的，整体的走势还是看跌的啊。尽管这个地方有一轮向上的回调，但是这个回调还不至于改变什么呢？还不至于改变澳元的基本面的走势。还不至于改变澳元的基本面的走势啊。所以说总体来说还是偏空的。那么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啊。澳元如果是要做多的话，我必须得看到什么呢？必须得看到明确的止涨的止跌的信号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一轮上去，澳元冲高到这个0.701，接近0.71的位置，并没有什么呢，并没有明显止跌啊，还是继续再往下走。特别是昨天那根 K 线在这个地方，它是我们今天可以拿来利用的有效信息，就是澳元有可能会面临压力，进一步下回调。OK，那这是对于澳元的一个分析啊，再来看一下具体的话，就是它会不会破位啊？还是需要等到7月31号 FED 的利率决议？因为这次的利率决议，它不是在看这个月加不加，这个月加的概率很大啊，这个月降不降了，这个月降的很大。我们在31号之后需要去看的是什么呢？需要去看的是下半年，就是8月份、9月份、10月份、11月份、12月份，在这5个月份当中的市场的预期，我们看的是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个市场预期它可能在7月31号加息之后，美元啪的一下开始，对吧？就因为这个预期，后续还有继续降息的预期的话，那啪的一下就可能开始继续走弱了。那如果没有啊，今年呢就是最后一次降息了，对不对？降25个基点了不起的了，那可能美元就继续走强，对吧？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重点我们在7月31号不是关注它在这次7月31号那次会议上加不加。啊，降不降？而是关注后市的走势到底会怎么样，或者市场当中会有哪些那个，会有哪些这个预期释放出来？这个才是我们需要去关心的重要话题。OK，好，那么我们再接着往下去看。那么英国最近英镑最近呢也是比较这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啊，我们看到。最近2天呢，这个英国的大选呢是这个炒的是非常热啊。那么我们看到新任的这个首相就是前伦敦市的市长啊，那个头发一直就乱乱的，看起来啊比较有个性。之前还来过中国，是吧？我同学还在地铁上碰见过他，在北京的地铁上碰见过他。啊，那么这个我们看到啊，现在市场的这个整体都处于，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市场就是美元指数，美元指数就是上下来回震荡。那么来回震荡，说明市场目前对于整个市场的一个就是对于整个市场的一个动向是相对比较谨慎啊。如果是基金点的话，那就是可能会有比较强烈的单边趋势，但是目前没有啊，美元还是在震荡为主。主要还是在等这个 FED 以及欧洲央行降息幅度的多大啊，就是也就是来等待 FED 和欧央行这个降息的一个这个范围啊，看到底是25还是50，在会议上会不会去隐约的提出来，或者是点一下这个事情。OK，好，那么今天周二是吧？在周四的话，欧央行会在这个举行利率决议。OK，那么周四之前呢，到7月31号就是 FED 啊，所以说本周来讲啊还是比较重要的。
但是目前有一个问题啊，目前有个问题就是现在欧元区的利率是欧元区的这个利率是-0.4啊。如果在这次周次的这个利率决议上，欧洲央行先行而动开始降息的话，那么我个人认为有可能会降息10到15个基点，也就是说可能会降到-0.5%到-0.55%，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猜测啊，仅供大家作为一个参考。那么欧央行，我们看到现在欧元的一个走势，其实就已经在提前反映出这次周四会议上欧洲央行可能会去做的动作，也就是下降10到15个基点，啊，可能性比较大啊，我认为可能性也比较大。OK，好，那我们再继续往下去，继续往下去关注的话，那就是这个关于英国是吧？关于英国央行啊，关于英国的这个普选啊，关于英国的大选。好，那么我们看到目前就是在英国的民间，那就是这个民众民调的统计等等，那对于这个 Johnson 约翰逊在保守党当中的这个支持的力度非常高啊，已经超过了50%。那当我们去看到这个民间的支持率超过50%的时候，他川普当选当时也是这个样子，是吧？超过50%的时候，那么当然跟他的竞争对手是就是这个之前的这个外交部的，对吧？叫做亨特，那就是亨特。那么他的一个这个在英国国内的这个支持率是要明显的，最近是要高于他的啊。所以说这次来看的话，英国的首相非常有可能啊，就是伦敦的市长当选。好，那么剩下的话就是就是我刚才关于这个周四啊，关于周四以及31号 FED 的利率决议，我认为哈，我认为就是我为什么确定呢？为什么确定这次的这个降息的预期比较大呢？就是两个央行啊，一个是欧，一个是美，啊，欧美央行的降息预期比较大呢，就是我们看到的之前。不光是市场当中的分析，还是猜测，以及对于整个明年，就是进入到2019年的几个议题，就是第一是经济放缓的问题，啊，第二个是全球啊，其实我们谈到全球，就是打个区域划分势力，主要是以美国为中国带动的划分势力来形成一个这个贸易上的对抗啊，会使得全球经济的增速会陷入到一个明显放缓的一个境地。那么在此之际呢，包括现在股市也是在高位，那么这股市越高，实际上市场是越恐惧的，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间阶段，股市越高，市场不是越悲观，而不是越乐观，而是越恐惧。就是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景和背景的推动下，那么各央行一定会先发去采取一些行动和措施，来防止事后的这种恐慌性的抛压啊，如果一旦恐慌性抛压的话，就会是是是啊，这个投资人就会对市场进一步降低信心，这个信心的话会彻底的、严重的打击金融市场的一个积极性，那就会对造成一些什么流动性风险，造成什么系统性风险，造成经济之间的这种联动的衰退啊，各国国家经济体之间联动的衰退。所以说，在此之前呢，我们看到不光是欧了，还是美了。还是中国了，对吧？还是英国啊，以及日本央行都开始在2019年下半年进入到一个降息的一个浪潮当中啊，就这一波潮水已经涌过来了啊，这一波潮水已经涌过来了。所以说，周四啊，这个周四啊，在7月31号 FED 啊采取行动之前，那么欧央行可能会率先采取降息10个点到到15个基点的一个货币政策的措施。OK，这是我的一个猜测啊，具体的话我们还得周四具体的到市场当中去看。好，那么我们再接着去看一看这个英镑。
OK，那么英镑在这个日线图上，我们看到也是连续3天的下跌啊。那么目前来看是有大概率的可能会继续去测试前高啊，前低的位置。从这个周线上来看，英镑的我们上周其实有讲过，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上周有讲过什么呢？我们上周讲过说，英镑如果能在上周五这个收盘的价格，这个收盘的价格能形成一个上周我们所讲的 hammer 锤线形态的话，那么英镑就有可能会围绕1.25筑底。但是问题是，英镑有没有形成标准的锤线形态？英镑有没有形成标准的锤线形态？当然没有，是吧？所以说我们不能在这个地方来去推测英镑它是底部啊，这个筑底的时间周期可能还会比较长。虽然说也是在前低的支撑位啊，前低的这个最低点到的位置，但是呢，目前来看它还没有明显的反弹的迹象。所以说我们如果要去抄底英镑的话，我认为在这个时间节点还上早了一些，还稍微的早了一些啊，英镑有可能会继续保持低位的盘整，但是呢，英镑作为一个非美货币当中，相对它波动力会比较大的一个品种，那么不排除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当中，随时可能会出现大幅的反弹啊。所以说，英镑啊，我们在1.24这个地方就暂时先采取就使用交易系统啊，我们不去预测、不去猜测后市的一个走势，也不去预估英镑下一波行情会到哪儿，是吧？我们先暂时使用交易系统来去每天用交易系统来做英镑啊，我们来看一下。OK，我们来看一下。OK，好，那么这个是英镑最近的一个这个是最近英镑的走势。那么我们可以从它的这个旁边来看啊，就从这段来看的话，英镑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什么呢？从这开始，黄金啊，英镑开始交死叉，是吧？均线开始向上，强弧扩大。那这一段就是非常好，大家可以去抓的这一波趋势。这波趋势啊，而且是有1、2、3个比较好的入场位。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啊，英镑再次形成一个什么呢？再次形成一个均线向下的死亡交叉，均线向下的死亡交叉，并且本周的数轴，到这个蓝紫色的线啊，这个粉红色的线，已经开始价格已经打入到这个粉红色的线下面。如果我们再仔细一点来观测的话，那1小时的地方是一个什么呢？一个非常明显和显著的 engulfing candle，是吧？4小时，大家看4小时这地方是不是一个大阴线直接下来？那像这个地方的大阴线下来，包括这个地方的锤线形态，包括这个地方的锤线形态，往下走，往上行，大阴线下破，再次反弹上来。那么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呢？是不是一个换手位置啊？这地方是不是一个换手位啊？注意看。对吗？你看，上涨下来，走到这个均线的支撑附近，啊，1小时出现长长的下影线，但是大阴线下破啊，直接这个地方的买盘全部被吞掉，吞掉之后反弹上来继续走空，那么这块区域是换手位置。所以说，今天英镑我们如果要去交易的话呢，大家选择一个方向，就是等待一个反弹，等待一个反弹，然后呢，在1.249到1.25这块区域当中去做空英镑。那止损的话，我个人建议是放在，止损的话，我建议是放在这个我们看一下它的 ATR 啊。我昨天跟大家讲过 ATR 这个指标，那么我们看到下方这个是在它的末日数值是14啊，我们就不需要做更改。那么我们在4小时当中，我们发现英镑的这个 ATR 是平均在30到36，对不对？最近又有所下降，最近又到了27，对吧？这个蓝色啊，大家可以在这个指标当中可以去找到，叫做这个这个 average 啊，这个是 average true range。这个指标，然后呢，点击一下，默认是四，然后点 OK 就可以了，其他的就不用再去做调整。好，那么我们观测它最近的 APR 是27，所以说它的这个最新的波动率
有所降低。好，那么我们在放置止损的时候，应该是至少放置多少点啊？至少放置30点，对不对？好，那么我们按今天的思路来看的话，英镑逢高做空，止损30点，那是不是就在？是不是就在这儿附近？我们昨天跟大家讲过，需要满足几个条件呢？需要满足几个条件？第一个是尽量在空白处，对不对？尽量在空白处，因为那个地方价格没有成交过，相对来讲，那个地方就是它的这个价格打上去的概率会比较低啊。第二个呢是尽量满足这个品种它自身在当前周期的一个波动率，太低的不行，太高的也不好，所以说我们要取两者啊，就是取两个条件为折中的来去设置自己的止损目标。好，那么就这个行情来看的话，我们看到英镑现在是下破四小时当中下破周数轴啊，并且均线敞口向下开始扩散。一小时当中呢，行情开始呈现死亡交叉。那么从这地方来看的话，今天英镑最好的交易方式回到 1.2490 到 1.25 附近，逢高做空，止损放在30点之外，是吧？就前高这段的空白处30点之外，你不要放到这儿了。你不要放这儿。有同学问到说，为什么你止损不放在这儿呢？为什么止损不放这儿？我跟大家讲过，这个地方是一个换手的位置，你不排除行情会再次点到这儿，继续换手往下走。所以说你的止损就不能放在这儿，这块区域是不能放止损，放在这儿是比较好的，怎么样？而且放在这儿的话，你入场的位置离它的这个止损的距离太近，离的止损距离太近，不满足什么呢？不满足它自身波动的逻辑设置的规律。对吧？你说它波动100个点，那我止损是10个点，你觉得你认为这样合理吗？肯定不合理啊，对不对？那同样的，它的止损，它的波动幅度只有20个点，你的止损设置120个点，那你觉得这个止损合理吗？当然也不合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在时间周期以及它自身的波动率当中，需要去找到一个相对合理并且相对客观的一个止损设置方法啊。我昨天教给大家的是 ATR 止损啊 ，ATR 止损 ，OK。好，那么我们再去接着往下去看啊。再来看一下这个咱们的欧元。OK， 同学们注意，欧元昨天是有出现交易机会的，大家有没有把握到呢？是吧？这地方行情死亡交叉，反弹至数轴线之下，对吧？正好是在我们的入场位置，一波欧元下去。通常欧元我们来看它的日均波幅是多少点？20点，对不对？还不到25。那么我们使用45路的方法的话，我们会采取，比如说到这儿做空，止损就用20点就可以了，对吧？因为如果是超过25点，那么止损就要设置多少点？就30，对不对？如果是没有超过25点，我们止损是多少？就是20，45路啊。那么我们来模拟一下，昨天如果我们能够采用交易系统来做的话，止损是放到哪儿呢？看我鼠标的位置，是不是放在 1.12434 的位置？对吗？ 1.12434 就是我们放置止损的位置啊。好，是20点往下走，那么最低现在走到多少？走到30，可能还往下会去到40啊。按照欧元现在趋势的话，往下继续跌到40，问题肯定不是特别大啊。那就是盈亏比就是1:2的，盈亏比就是1:2的。OK， 好，那么我们昨天跟大家讲过，在交易当中我们通常去过度的追求极限的盈亏比想要1:5、1:10，但是我们发现在交易当中能够去抓到极限盈亏比的方法比较难。真实的交易状况是，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并不多，而且有一定的运气成分，这个运气成分我认为占到 40%。 我认为这个就盈亏比比较大你能做到这一单的运气成分所占的运气成分的比例比较高所以说我就不建议大家去采取过大的盈亏比来去观测市场。那么我个人推荐的是1:1.5到1:1.2。所以说如果我们昨天在这个地方使用欧元去使用 M 板使用 M 板去交易欧元的话，那么走到35点的止损呢，1:1.5是绝对有了，对不对？1:1.5是绝对有了，那此时你就可以选择平仓了。那有同学问到说，老师他还往下走怎么办？
还往下走，你就继续做，什么意思呢？就如果行情继续回调，你再次请用第二次入场来做，你就不要想着一口吃一个大胖子。不要想着一口吃一个大胖子。我们知道，真实的在交易当中，能够长期保持一个特别高的无汇比是一个非常不现实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尽量的去追求1:2，好吧？尽量的去追求1:2，平均的盈亏比要到1:1.5就可以了。每一笔单尽量的去追求1:2或者是1:3，高了我认为不太现实，好吧？你不要这个东西不需要质疑啊，就是不需要去说老师，我看他盈亏比做了1:10，盈亏比做了1:8、1:9，不需要去质疑，自己去试就可以了。OK，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非常中肯的建议。好，再来看一下欧元。欧元今天不光是从它的不光是从它的这个日线上来看，还是从它的周线上来看，欧元还是保持在一个什么呢？一个下行的走势，对吧？好，日线当中我们看到前天也就是周五的时候，一个非常大的 engulfing candle 直接收盘收在了1:12之下就是在周四的开盘价之下。那这个地方呢，形成一个不是那么标准的水平，它如果上影线能像这么长，或者能像这么长，我们就是不是可以继续采取做空啊？对吧？当然当然欧元归这个银线归银线，它虽然说不是很标准，但是整体这一块区域的一个信息，这块区域的信息，它是值得我们拿来做参考的。所以说，我们从这个它的time frame，从欧元的这个交易上从欧元的交易上。从它的更大周期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欧元现在是在一个下行的趋势当中。所以说，小周期的入场，在方向性上，我就更加能够明确它的方向，更加能够明确它的方向。因为大周期级别上，我已经提取了我想要的有效信息，我占有某种成功的概率优势，就是它的趋势。OK，好，这是关于欧元。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日元可能稍微走的比较会走的稍微比较乱一点上一周还是有一个不错的做空机会，但是从本周来的话，开始逐渐随着美元的强化，日元开始去走强这个暂时我们不去做探讨，包括加元也是。其实就是关于趋势交易系统，我们就谈 M 模板的话，今天我们来谈一谈 M 模板关于 M 模板的这个我们昨天去讲的是什么呢？我们昨天讲的是止损的方法，对不对？那么这个止损的方法，无论是在任何交易系统当中，它都是非常实用的，并且是都可以用大家来作为一个参考。你们看我解盘看多了，会发现我经常会在下方用一个 ATR 把这个 ATR 指标出来。是吧？那有同学问到这个 ATR 怎么去用呢？主要是用来止损。我用 ATR 主要是用来止损，这是第一个功能。第二功能就是我会用 ATR 来观测，如果我有一些中长线的交易我会用 ATR 来观测它在这个周期当中的波动率会不会出现变化。比如打个比喻如果黄金最近的波动率是50，我有一单黄金的中长线的多单。但是呢，突然间在进入到8月份的时候，黄金的波动率变成了100，这个时候黄金不断的向上突破。那你说这个时候你是该继续持有，还是该继续找到某一个节点选择了结？我给大家提个问题大家来想一下这个问题，思考一下。本来黄金的波动率是50，小助手帮我好好记一下好好记一下这个我讲的内容，我就不写了，把它记一下本来黄金的波动率是五十。那么进入到7月份的时候，黄金突然间一波拉升，它的波动率开始从50变为100。这个时候，我原本持有黄金的多单是该平仓了结，还是继续跟踪这波趋势？打一个问号，大家想象一下。
OK 啊，答案很明确了，对不对？啊，因为它的波动率的增加，说明这一轮多头趋势的强度和它的势头会进一步的上升。那么我就完全没有必要去了结了。所以说，很多同学问到，哎，老师说，一些比较中长线的交易，你会选择在哪个地方做了结呢？如果它的波动率长时间没有变化的话，我可能会在某一个关键的一个换手位置，或者是某一个关键的整数关卡，或者是某一个关键的黄金分割比例，我就直接平仓离场。如果它的波动率开始出现剧烈的变化，那么我就会选择由短进场，直到它的波动率稳定下来为止。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观测的方法啊。原来我们看到欧元在16年、17年那一波上涨趋势的时候，大家知道欧元本它自身的波动率每天都是30到20，对不对？了不起了，是吧？但是在对吧？当前趋势到底是强还是弱？我有没有必要继续去跟踪呢？或者是在比较高的位置，我还能不能继续做多呢？都可以通过波动率来去观测，对吧？就是它的 average true range 这个指标，它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好的，我认为是一个比较好的，因为它很客观啊，它很客观，没有很多就是可以去没有很多可以去这个。摆动的一些空间啊，有的指标可以这样看，也可以那样看，那就是是什么就是什么，对不对？而且它是通过真实的数据统计来的，它是有一套固定的算法。OK，好，那么我们再来接着往下去看啊，接着往下去看，逐个品种来去做一个分析和考量。那我们来看一下澳元吧。OK，好，我们明显的看到澳元这一波趋势在这个小时图当中。是吧？小时图当中，4小时当中，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什么上涨、反弹、下破，4小时连续1、2、3、4个大阴线往下走，日线当中，哎，出现了一个垂线形态，是吧？1小时破位收窄线，所以说澳元非常有可能开始去转势啊，就是最近澳元的一波反弹上涨，可能就在0.71附近形成了一个终结，OK，这个地方有可能会是它的一个终结点。好，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均线有向下交叉的一个趋势，所以说澳元可能会在今明两天出现一个做空的机会，大家好好的去把握一下，OK，好。当然从这一部分来看的话，它是往上做多的哦。从这部分来看的话，是往上做多的。OK，没有问题。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澳元。那么我们昨天再去这个谈及到澳纽的空单啊，今天又再次回到了一个我们这个入场位置，所以说剩下的这个1/3的仓位我是已经保平了啊，
啊，就是澳纽的这个空单，目前来看已经全部保平离场了。好，继续再找机会吧，因为就是在交易当中，实盘交易当中经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啊，就是走到1:1，走到1:2，可能就会有一个大幅的反弹，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不要去太过于追求大的盈亏比，OK 啊，平均保持在1:1.5就可以了，好吧？但是单笔呢，我们需要去追求1:2或者是1:3。好的，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标普啊，我认为今天标普是有机会的。OK，今天标普的机会就是在于看一下晚上有没有一个往下去测这个地方的一个换手位置，这个地方的换手位置啊，一个很明显的换手位置，这是4小时啊。标普目前来看还是一个上涨趋势，没有变啊，整体的势头还是比较强，是吧？上行下来，哎，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企稳，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日线级别当中它是一个比较明显结构位置，是吧？明显结构位置，所以说你看空头被打，这地方被打，多头买上去，下来空头换手，继续上涨，再次回到换手位置。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做得比较好的同学啊，做得比较好的同学，可能已经在昨天进场了。OK，我们会发现1小时图当中于换手位附近，出现了一个我们上周学过的垂线形态，对不对？你看它无处不在啊，所以说我们在交易当中，如果是你使用的周期比较小的话，如果使用的周期比较小的话，你会要去盯盘啊，因为这样的机会会比较多，你要去把握好，而且还要注意什么呢？还要注意啊，有的垂线它能不能做啊？有的垂线它是要配合十字星来做，有的垂线需要配合两个 double hammer 来做。那么我更加倾向于大家在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去找那些垂线的组合啊，等你经验比较足的时候，你才能去识别出哪些单个的 K 线能不能做啊，哪些单个的垂线，哎，它的质量到底怎么样，是吧？我们先从组合开始抓起，好吧？所以说就这个标普来看的话啊，你看昨天啊，这个我们又可以去拿来做一个案例的分享，它是个非常经典的在换手位附近所出现的一个垂线，那么它有一个因果关系，这个因果关系是什么呢？就是走到这关键位置，是吧？机构一定会换手，就是市场的参与者，有经验的投资人一定会在这个地方去继续做多。那做多的话，它就会在市场中留下这个做多的痕迹。那么做多的痕迹有很多种啊，有比较这个有一些这种，比如说红三兵形态呀，是吧？我们就谈这个技术面啊。这个蜡烛头当中，比如说有吞没形态呀，是吧？有垂线形态呀，有十字星形态呀，是吧？但这些形态非常多，那么我到底使用哪一种呢？我个人建议是使用这个垂线形态，因为我们讲上周花了这个5天的时间去讲这个垂线形态，那么你就在交易当中去验证，去找哪些地方有这些垂线形态，那么像十字星啊这些地方，我们就把它组合起来来用。对不对？那你就不需要就是学的比较多，学的比较杂，那我就干脆把它组合起来，是吧？我们上周去讲了两个组合的这个十字星和组合的一个双锤形态，那么你还是不是可以把它跟吞没形态组合起来呀？对不对？是不是可以把它跟吞没形态组合起来呀？
OK，好。那么有同学问到，那么什么叫跟吞没形态组合起来？其实就很简单啊，比如说像这个地方是吧？垂线加上一个向上的吞没，它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组合啊，对不对？它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组合。OK，垂线加上臀部，对不对？是吧？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月当中啊，我们就把这个蜡烛图技，很多人同学就是学了这个，看了这个蜡烛图技术，看的是一头雾水，或者是看懂了，知道怎么回事，但不会用起来很，就是因为讲的太多了，蜡烛图技术当中讲的形态太多了。啊，什么三只乌鸦呀，乌云盖顶啊，这个什么红色是三兵，黑色三兵啊，3K 双 K 反转呐、啊，是吧？垂线形态、流星形态呀、啊，乱七八糟一大堆，到底怎么去把它系统综合起来，对不对？那么我们在这个课当中就为大家去解决了这个问题，啊，你不需要去把这个讲的所有的都吸收消化，你需要的去进行有效的组合。没有，大家明白没有？去进行有效的组合，就可以简化学习的一个，就可以简化学习的一个阻力啊，降低学习的阻力。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垂线当中呢，你看，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上周讲的是什么呀？上周讲的是双垂以及锤心，对吧？我们讲是垂线加十字星了，就简称锤心了。那么我们今天就是讲的就是垂线加上吞没，像这个地方就是，有没有？但这个地方不是很标准啊。就吞没的话，我们是需要去看到就是两个不同颜色的蜡烛形态，对吧？一个是红色的被绿色的吞没，红色被绿色的上涨吞没，或者是绿色被红色的下跌吞没啊。但就是说，如果这个垂线形态，它如果是个红色，它如果是个红色的话，那么这个组合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啊，垂线加上吞没的组合，这种组合是我们上周忘了去介绍的一个形态。今天我们在本周课程当中把它补给大家，好吧？它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我讲的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啊，一共会这个组合当中一共会有三板斧是非常好用的。好，那么我们来去找一下，接下来我们来去找一下啊，就是在这个行情当中，是否能去把这些组合是否能去得到一个有效的验证？
OK，那再比如说看啊，比如说看这块附近，这是原油的四小时啊，原油的四小时。那么在这块附近，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是一个垂线，但是它是一个双垂的一个组合，对不对？是吧？就这个地方。所以说第一个垂线稍微的这个下一些稍微长了一点，但第二个是非常标准的啊，双垂组合加上这个地方的四小时的一个小吞没，对不对？大家看到了吗？对不对？双垂组合加上四小时小吞没。一波下去，好，我们再来看日线图。OK，日线图就比较明显了，这个地方。是吧？你看，一个非常标准的下影线的垂线，加上一个。明显的上涨，绿色的分布，注意要区分这个当中有个细节，就是要区分这两个 K 线的颜色啊。什么叫吞没？吞没就是涨要比跌要强。如果涨是绿色的话呢，就绿色的 K 线的这个收盘价一定要高于红色 K 线的一个开盘价，这个叫吞没，对不对？所以说吞没有个特征，就是两根颜色的蜡烛颜色。要不一样，那就比如说两个都是绿色的，那就不叫吞没了，或者是不叫我们就是通常理解的标准的吞没形态，好吧？好，再看这儿啊，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吞没啊？对吗？我刚才讲了吞没的几个特征，颜色不一样，对不对？第二个是呢，它的这个下影线要比较长。第二个是呢，要把它包过去。那只有满足这两个条件，它才能称得上是一个标准的吞没组合。也就是说，这种吞没组合，它对于行情方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周期越大，影响越大，周期越大，影响越大。所以说，你在做交易的时候，一定要搞清楚，这个时候在某一个位置出现这种组合，你应该去做些什么，不应该做些什么。哪些是能够去抓和提取的有效信息？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随便找品种啊，我看有没有。OK，这儿。是吗？这是一个什么组合？吞没组合，对不对？一个标准吞没组合，而且这个吞没组合它是非常明显和显著的，就是你不需要通过思考，不需要通过很多的思考，就是这个蜡烛或者是这个垂线，它到底符不符合标准啊？这个吞没形态它到底这个吞没的力度怎么样啊？对吧？唯一有一种它不是特别好，就像类似于这个样子啊，给大家举个例子。这种可能是不太建议大家去做。它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绿色上涨，红色下跌啊。这种的话，唯一我就不建议大家做。那有同学讲的说，老师，他说这个也是吞没啊，对不对？你说它的只要是它的开盘价在它的收盘价之上就行了，对吧？它的这个它的收盘价在它的开盘价之上就可以了，对不对？他们的关系是这样的就可以了，也满足垂线啊，也满足垂线也是在下一些也是在下面啊，对不对？打比方说在这儿的话，是吧？但是这个组合它是唯一我们要去规避的，为什么？因为第二个虽然是吞没，但是你也不要忘了。第二个，它也满足垂线的特征，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它能够带给你的这种概率的信息并不是特别足，它不像这个样子。如果是实体比较大的话，我们尽量的去找这种实体比较大的这个吞没来去对应这个垂线的一个组合，这样才会比较好。所以说，像这种情况，我们尽量是规避的啊。如果是这样呢，那就更不能做了。对吧？就像唯一就是这种情况啊，就是这种情况，在这个组合当中，我们需要去把它
pass 掉，我们需要去过滤和筛选掉。OK， 好，这是来我们再看，你看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呀？再标准不过了哟，这是标准的不能再标准的一个 double hammer， 并且呢，这个 double hammer 还伴随着一个吞没的一个形态，对不对？所以说它就是我们所讲的这种组合当中是最标准的、最经典的、最汇合的一种。组合交易，对吧？你看，双锤又有吞没，那这种交易呢不做，那还能做什么呢？就这种交易一定是要100%是要去 get 到的，好吧？那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都有这样的一个判断识别的能力。所以说，我们之前打过一个比喻啊，我说你做交易，你一定要学会像一个 sniper。什么叫 sniper？什么叫 sniper？sniper 是狙击手，就是你不能，你的子弹有限，你要知道我的子弹有，我出手的次数有限，对吧？我不能是看到这个风吹草动，我一枪打过去，这个子弹成本是很高的，一定要学会节约自己的子弹。那狙击手他有几个特征呢？第一，不轻易开枪，对不对？第二，冷静；第三，命中率高。不轻易开枪，冷静，命中率高，这是狙击手的三个特征。我们在交易当中为什么不要学习狙击手呢？第一，冷静；第二，不随便进场；第三，一进场就是高概率的入场。你只有满足这样的条件，你会发现你的交易，第一，你的频率会大幅的降低；第二，你的胜率会大幅的提高；第三，你的生活质量会大幅的有所进展，或者是你的生活质量会大幅的改善。那记住，交易不是为了。交易是为了帮助你来改善生活，很多人做交易做的还过得不如以前了，真的做交易过得还不如以前没有做交易的时候，对吧？那这样就没有那个必要了。做交易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改善生活，而不是为了让你去陷入到一种每天这种这种复杂的 complicated 复杂的这种挫败的情绪当中，或者悲伤的情绪当中，或者受挫的情绪当中，对不对？啊，所以说我们在交易当中啊，要学会像等待这些我们讲过的有效信息和有效信号来入场。它们出现的频率不高，但是一旦它们出现的话，就是你要去 get 到的那个机会。我们再来找一个其他的案例，找一个选交叉盘都可以啊，随便什么品种都是一样的。OK， 好，我们来看一看欧澳这个品种啊，欧澳这个品种。OK， 看到了吗？大家看到了吗？看到今天讲的组合了吗？是不是在这儿啊？对不对？好不好啊？好，非常好，这是一个很标准的垂线形态，垂线加上吞没的一个组合。OK， 你看这波行情就是说。啊，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不要去追求太高的盈亏比啊，但是你在这些交易当中，这些高质量的交易当中，啊，盈亏比一定是大于1:2，啊，我认为盈亏比1:1的质量都不是特别好，啊，所以说当你去花那么多时间等待一个信号出现，花那么多时间去抓这种高质量的交易，它的盈亏比一定是要高于1:2的。OK， 啊，一波下来，对吧？我们看一下多少点啊？300点，一波下来300点。
啊，在这儿，这里有一个，对不对？一波下去，这波下去多少点？400点，一波下去400点。哎，你看这又有一个，对吧？这一波下去多少点？哇，这波下去500点。所以说，我们在交易当中啊，我们在交易当中啊，要学会去整合自己的知识框架和那些零碎和比较散碎的知识。那蜡烛图技术是一本很好的书，大家好好的去读啊。我每次读都会有不同的感受，但是读书归读书，最终是要把它整合起来，就是要把你读过的东西，把它系统的分类，并且呢，提取能为我所用的这个知识点。才是最重要的读书能力啊！所以说，我们刚才上周包括今天讲的所有的都是将蜡烛图技术当中的一些知识，把它整合起来，让大家能在实战当中能看到它的效果，以及能够去使用它来进行获利，这个才是最重要的。OK，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关于止损的 ATR。大家如果明昨天没有来听课的话，我建议你去大家去听一听昨天的这个解盘，我去讲了这个 ATR 当中一个比较重要的知识。那么我们明天会继续就止损这个话题跟大家进行探讨，好吧？那么祝各位同学交易顺利，生活愉快，明天再见，See you later。